我怎样？我连正装打扮，你爱我怎样？啊，怎么好啊？还没好啊，还没好。啊，你下午都在装的吧？没有，他就是。我是真的不舒服。对，真的一点。他真的好，你下午去来。对，而且小屁孩发烧，他真的发烧。他真的吗？嗯。我昨天有跟他看医生了。他很可怜。啊，那进行吧。对，你不用岔开话题了。哎，那个大雪人包管好了。来，快点，初恋怎么的？那我想想看。还有什么？两个都要讲，真的初恋，真的初恋，算了。三秒钟空了，不是啊，没有，就换工空杯给他就好了。只有三秒，三秒钟可以回答。我想一下嘛，不要这么严格。不行啊，是20。那不是初恋的吗？怎么那么短？20年前。22岁啊。那假的初恋呢？假的初恋。国中吧。国中啊。哇，国中是谈恋爱了？没有啊，就是班队那一种啊。那假的吧？对。好。OK 了，还没，还没。每个人都不需要问，这是谁问的？延伸的，那请问假的初恋是做到什么地步？到哪？就是到什么地步？牵手而已。好，这是我积累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初恋啊！延伸，没有，没有这种延伸，延伸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啊，就请都不要喝而已。回答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真的初恋到什么程度？拒绝回答，拒绝回答，拒绝回答，那个倒掉一个，换杯，换杯，对，换杯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帮我顶一下，顶一下，刀了，那怎么那？我说你觉得看看，那我们先，你就以每包来算，哈哈哈哈每包来算是吗？是啊，这是私人问题，那我们今天快说啊，该不会我们叫经纪人来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没有，没有。交往多久？对呀、啊，交往，莎拉来了，三个月，那第一天就亲嘴了吗？也太 over 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真的吗？真的不想回答一下吗？你们这一定要问到他们回答的时候就表示有问题吧？哎，你刚问啊？哎，好温和，快说啊！不要打，喝水，喝水，好。有这么吓我？怎样？哎，你刚问到牵手对不对？对，初恋，初恋在这里。哦，他那一杯是他的，对。我已经不记忆了，压力不大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可以放弃吗？不行。私人问题，第三题啊，第三题要问什么？哦，哎，没有那个问一下，哎，刚有问那个吗？你赶快问好不好啊？因为大家想知道说你初夜在哪里？初夜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，初夜，你在假吧？什么样的情境下？什么样的情境？在什么情境下？好可怕！进来耶！完全没有印象，完全没有印象，就是什么 feel？ 没什么 feel， 没什么 feel。但是他听，他主动还是你主动？
我真的忘记了，因为那个人避重就轻了。我真的已经把他忘了。对，好了，那第二个恋情的啦，不是我受伤，是他受伤。好，那第二个恋情，那第二个没有恋情，就是没有啊，有几个恋情啊？为什么？然后不是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对啊，我想问未来，未来啊，你未来你怎么样去看你？觅寻觅着什么样的对象？歪锅人，歪锅人，长得像歪，哈哈哈哈哈，长得够歪才像男朋友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缘分吧，缘分啊，缘分大家都会讲啊，真的缘分啊，我这人不外貌协会长，真的、啊，对啊，对歪锅人也行，可以啊，本来很黑黑，很黑可以吗？黑人可以吗？我不爱吃巧克力吗？只有宅马爱啦！哎呀，可以，那是宅马让我想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想在座应该只有菊娘跟宅马喜欢吃巧克力棒。没有，菊娘喜欢吃冰棒。啊，你懂的。好，我为了奖励，让他第一阶段的配合。那第一阶段给你的，第一来传过去。那边不用再传。哦，不用传过去了。没有人跟我两个人，就你们两个。哎，刚刚到另外一半太亮了。跟林俊杰啊，那就只能是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，那可以了。很好。好，我们已经问完了吗？嗯。对，可能是第一阶段结束而已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，我好想要喝哦。给我一点呐，我乞讨可以吗？不行。那就讲你了，来。啊！来来来，我来找，来来倒一点。你没有啊？